老夫可要烦你哟。天元命你放手采花刺中，今日身为岂能无私？诺和诺诺，还你灵验四壁，留下门房。下夜夜子里，夜子女里呀，同共听。精心绣扣，粉彩富丽，难得啊，难得！哈哈哈哈哈！是啊是啊，相爷慧眼识人，唐员公这么人才，就是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！是啊，今日可算是群演必至，才说诸位都是少年英俊，英俊少年呐！禀相爷，花厅今夜几陪？好，只此店员稍留片刻，只为先请花厅用宴。请，请。相叔，相子拜托之事，今日相爷与你堂屋叫我出门，我正忙着。哎呀，相叔。小子还有花礼盆，这应红金香也。余叔，余叔，放心好了，请，请。哎呀，相爷，相爷留下万等，不知如何坚强。天愿莫慌，属下慢慢奏往。不知天元贵此事，万圣是温州圣旨。好啊，温州乃是文物之邦，素来多采才子，难怪天元一表人才，满腹经纶。可与鬼子了，蒙圣上之恩，就随江西鸟州前坡。江西鸟州本渔民之乡，好地方，好地方。店员此去，定能踏钻红都，前程无量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前程无量，无量前程啊！哈哈哈！唐员工。今日相爷分外开心，你要喜上加喜了。相夫千金名不叫，太子贵重心气高，铁金鸡平时哇，更也金榜多转啊。今日里家人越将才知道，唐员公你伤心临门都用药、唐员公还不快快来见叫吴大人。相爷，孟相爷不欺恨为升官恩德，这是我家中已有妻室，不敢从命。哦，哎，不妨事，不妨事，不妨事。遇到是衣不穿去了，要问新的；房子置上了，要挑好的。不知怎么奸计阴事，乃只得所为。唐员公，你那么聪明的人，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？不知什么奸计阴事，果算是只得。双儿收拾
三子女始终不渝，更是严贼。哈哈哈哈哈！田园之蛙也欲逃离，传儿这之计已不知其二。莫惊世上夫一交，贵一妻，公卿将相也司空见惯，既争草履，也就算不得什么他事了。相爷，旁人作为万圣不敢王家之命，这是万圣之气，却是万万不可以的。嗯，相爷，你往昔家名字姓都平地人上立下生死门大怨长，今日我黎明初登龙凤榜，胆胆心事岂能忘，想念你几座阳青是老夫也难勉强，用你三思，再做听他。相爷，相爷，快快有计呐！相爷，相爷。张员公，我真是不明白你呀，咋这相夫告知怕你千给万足做想，民生不多数将自己的招上自己不想当，大事难杀此经济冰箱里曾经贴亮亲有家，亲无家，忠心儿子真寂寥。你不解相爷别离去何当？真乃是玉的难解求银汤。他单靠婚还无当，是他有因的定章，岂不怕来他方丈？不淹他地位，糟他回去，他都被去穷酸家之类了。只见他出让之多，就是此劝傲不逊，舍羽毛解风，也不知是何张狂女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此时倒也已是反常。这是他为蛇神聘策划百里挑一，叫老